小姐说，你啥不加乱呀？你没管了？啊，他去接那快递去了。他说他在店里面干活儿。今下午他活不多。哦，叫叫成，他说你扫屋的你帮，我叫帮扫来。哥，你找不着了，哥，你打不着，你装螺丝儿，也就是，你可稳了。你说这脚打不着，你赶快来称螺丝吧，可得。也没住这鸡啊，算着这鸡都贵了不划分儿。他又买了13肉筋儿。俺还原先他买的是20多那菜筋吧，也是那。俺那弄那伙子照片自己地里打的不行，这我买着喂他，没几天600块钱的可吃完。俺不是买他也买玉米的那回，买玉米的那几回。也是。没不走又拉菜赔钱两不是。你看。你你出去买点菜，你还我说你这下午有空有活儿？我有空，我去了，他也活不多。我说我今天给鸡掌面去拿去。20.90，20.90，这30才到这儿。你这不在崩了，你这个弄好不得了。这不在找我，这穿上里头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鼓励的大锅倒了吧，倒了，我们打了个大案。这馍都干的。晒了三天。也不气这是。也没钱，也刚好下雨了，我说我走路吧。时间抽奖送大家的辣椒，今儿个给大家安排上，走去带回来。天啊，棉袄不穿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可子，哎呀，小米子的，太肥了，还是样子的，哈哈哈哈哈！走吧，都过去，还多厚，厚个屁，烂皮就不要了。
哎，我给你搁出来了。搁出来了。都剥点儿的哈。哎，去剥点儿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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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我说是弄啥的，你说那个鞋子自来源就不是找到家拍啥的。哎呀，要抢哦，这是还要抢我的。这个看这早都程序大家的青椒，到这儿还没给大家发出来的。俺那俺妈家的青椒还在给地落着，还没拉回去，眼睛很瞎的，就是没法弄。这早上哥，然后搁这人家扛开的，刚扛开的。俺先拉回去一部分，让中奖朋友的辣椒发出去啊。这说是送人的。哎，他该是采访你新疆人。送人的，他送个三十个也四五个的。哎，这儿我一共是抢了份子，这儿我给你投了，这儿我给你投了。这抢了份子。这个是十二样的辣椒。辣椒是干的吗？这不怪辣的。就是那回去咱做了以后也得量全，不能搁了不带肉用。这回去拿上装不上，拿上。哎。要是没有天了，肯定回家不会看的。啊，有天了是不看。看完以后，车上车买回去，一会儿就车买回去，把干嘛的事了。12.26。对，有点。妈妈送了，你送了呀？哎，辣椒已经备好了啊，回去了。拿回去了之后呢，给大家开始打包发货。这些辣椒今年要就是天不好，要多少晒又晒不干，这还让大家久等了啊。我看着都不愿意买呢。那不是面子不卖给他了。时间有点长了，玩时间全部累。